好，欢迎来到嘉哥的小红书，我是你们的嘉哥孟嘉。我们又是一个开箱的动作。其实嘉哥回来之后已经把那个包装拆开来了，没有拍到这个开箱。今天就正好提起这几个，还有今天新到的几个，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开箱。首先第一个呢，我就要先来开一个咱这传说中比较贵的一个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他们是这个 Bowers and Wilkins 宝华韦健，它这个型号我买的是 TI7 的这个型号。听说他们家这个耳机非常的有名，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AB Road Studio 录音室，它用的也是宝华韦健的音响，加上还有很多电影、游戏等作品用到的音乐都是用宝华韦健的音响进行录音和后期处理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厉害，听说很厉害，所以才买了它。对车比较有研究的应该也知道，比较高级顶配的一些汽车会用到宝华韦健的这个音响，所以我就现在收到之后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它来连接我的手机来听听它这个音质。知道一个歌手对于音质这个东西耳朵是很挑剔的。它的包装是一个金色跟白色的一个包装，它是这样子的，来看看是要怎么样才能连接上。我也不算是电器白痴，但是还是得看一眼。打开蓝牙，我这上面就已经显示 PI7 已连接。好，我现在放个音乐，有点东西，有点像在录音室的那种感觉。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我说句实话，就有点像在录音棚的感觉。降噪功能真的很厉害。我当初买它的时候，听说它的设计也是由 AB Road Studio 音响研发团队统一设计和调音的。它有一些很细小的声音也可以从这个里面传出来。我之前要买的时候，它是有说这个 PI7 用的是大口径动铁加动圈双单元组合，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大概去了解一下，就是听音乐里面更加能清晰地听到很多音乐里面的一些细节，很多的细节你要是听到的话，你就能更加沉浸。就是它在很嘈杂的情况下，降噪的那个幅度其实还蛮大的，这飞机上噪音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我很好的飞行伴侣。这个耳机还蛮难买的，然后等了好几天我才拿到。你充15分钟的话，它可以用120分钟。所以我觉得如果正好你现在换耳机了，音乐这个质量要求也很高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真心不错，有点牛，有点厉害，是真的音效很好。这个是今天到的，我深邃的眼影，膏状的眼影，它叫 OOO。 我就很喜欢用那些比较深邃的眼影，让我自己的眼睛看起来没那么肿。它不是粉状，是膏状的，像泥土一样，它会比较深邃，让你的眼睛看起来。这个还是不错的，我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还蛮不错的。买了床上四件套，因为我的床比较稍微大一点，然后床单是会不起来，就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这个是嘉哥现在不行都用的一款床上四件套，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然后给我家的客位买了一双白的，客卧不是客位哦，客卧。今天脑子有点老师买了一双白的，材质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它的睡得很亲肤，它上面写的是纯棉，但是又有点像真丝的那种感觉，在上面也是有感觉是滑滑的，觉得还蛮舒适，想在他们家里买。哦，百威大师，感觉像是珍藏版的啤酒。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看起来像香槟，你觉得吗？它的眼睛跟它的花这边有一些小的那种钻，5年限量版。它的这个酒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弧头，然后赠送了两个像喝威士忌一样的酒杯，谢谢我们的百威。等到哪一天比较特别的日子的时候，我再喝它。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少量饮酒哈，开心了就行。然后就是一个这个香水 Memo Paris。它真的很像一本书哎，很像一本地图书。它这个里面的设计也好，它里面全都是 M 的那个 logo， 玫瑰，就有一种寻宝地图的感觉。谢谢我们的品牌爸爸。你也是 M， 我也是 M。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女，很多女孩、女人、性感的女人都很喜欢的。这是他们的口红 DIY， 这个新年礼盒里面有三个这个它的外壳，这上面有一个小的这个小扣，可以随便 DIY， 可以套什么上去都行。这个是吊坠装饰品，全都是外壳，然后它这边四个放着它的内胆，你可以随意的放在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壳里面，有4款颜色。它这个是拧不出来的，必须得放在那个夹在里面去，然后它才可以这样转出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口红礼盒，谢谢我们的品牌爸爸送给嘉哥的口红。嘉哥一定在舞台上气场全开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4双鞋了，然后就是想要跟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是我们的 Disney 跟李宁合作的这个1990，然后它后面有一个 Disney 的这个可以取下来，然后这有一个他家老板。是不是很好看？有点像那种老爹鞋，然后又大，大家可以加一部分肥裤子。然
然后呢是一双白色的增高的，它有两个小包包在旁边，放点零钱，放零钱放这吗？就是坐公交的时候交钱付钱，然后滴滴它整个就是那种绒布的那种，挺好看的。这次李宁跟李宁的合作还是蛮好看的，虚浮，整个就是绝对虚浮。张张，接下来我们的抓马抓马鞋子就来了。他们一直想要买一双拖鞋，还想买一个就是穿在礼服里面比较整体增高，像那个踩高跷一样。然后我就买了这两双。首先就是我们的拖鞋，非常的增高，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抓马。我很怕你崴脚哎。那个大哥大。喂。看我高了这么多。啊。马。它整个就是很大的状态。哇，这一双你们可能更加救命，这双我一定要双腿翻上然后给你们看一看，我觉得才可以。它一整个就是很哇的状态。哇，这一双。同志们，你们有买过奇葩的鞋吗？你们有买过奇葩的衣服吗？肯定有的吧，不要这样看着我。哇，很舒适，你知道吗？这鞋跟很像一个衬托。他是不是可以跳舞了？他就是站在那儿静静的唱歌的时候。没有了，这就是最后一个了。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